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上肢训练，肩部为主，那也会带到二三头的部分，划船的有氧及进行暖身的动作，大概持续了十分钟左右。接着第一个动作 dumbbell press， 我必须老实说，其实上肢一直是我的弱项，所以我也没有很多 tips 配播可以跟你们分享。那这个动作要注意的就是，你的背一定要靠着椅子，尽量不要刻意的去拱腰。这个动作呢是 Bradford Press， 它主要是训练我们肩部活动度，让我们肩膀在肌肉变大的同时，不至于让你活动范围变小，然后变得好像卡卡的这样子。那通常我会不加重量，然后做到力竭。Face pull， 这个 face pull 我自己很喜欢，它让我的后三角非常的有感觉，斜方肌也会一起带到。侧平举，从影片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我的重量拿太重了，以至于有一些借力的状况。用影片做记录的时候，才会知道自己很多部分是需要做调整的。二头弯举器械式，其实对我来说，练二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的二头是一直到最近这几个月才开始锻炼的，它非常的弱，所以我练起来真的是觉得 ，Oh my God， 我最讨厌就是练二头。不过也因为它非常的稚嫩，所以成长幅度也非常的猛烈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越弱的肌群越该训练它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器械式的三头锻炼。器械式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它可以更加的稳定你的身体，让你更安全的去完成这个动作，专注你应该发力的肌群。再来这个哑铃的交替的弯举，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动作的原因是因为，当你一只手在出力的时候，另外一只手就有时间可以休息。我的手会习惯把手的内面朝前。这个是三头下压的动作，比较特殊的是我的握法，我是反握的，这对我来说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度。最后我用了登阶有氧机来做一个收尾，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workout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会把我的菜单放在影片的下方，欢迎截图取用。健身完没有直接回家，我去拿了鞋子，还去买了一些菜，真的饿坏。一到家，马上鞋子脱了就在啃地瓜，超饿。然后我准备打一个乳清，补充一下蛋白质。我千里迢迢的跑到台北，然后刚刚一出捷运的时候，竟然给我下雨。我刚洗好的白鞋就这样脏了，然后头发也湿了，身体也湿了。但还好，我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来弄头发的，所以头发湿了就给它湿呗。头皮状况还蛮 OK， 就只是叫看起来好恶心。但这个是去角质。对啊，超好看的。我又要模仿它了。我每次要买包什么都会先问它造型师。好久没看到你哦。这衣服还可以这样。我今天也是穿这样子耶，我今天也是穿这个拉下来哟。然后这个是一片裙，美，超美的，很
适合你。这个是我今天带的包，也好适合你哦。就我喜欢这种分担，就是有种冲突感。嗯、对，就这个是然后优雅的皮革这样，然后这个是有点、有点运动。对。这超好吃，香哦，超香！你现在立马吃，然后你要沾这个酱。马上就变一个颜色，但是现在地板超级脏，还在等打扫阿姨过来。现在我要很迅速的赶快弄一下吃的，然后出门。第一天白天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快速完成，非常好。然后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给我一个 like， 订阅加追踪。下次见。